级汽车。沙滩演唱会。哦，怎么会这样？太可惜了。啦啦啦啦啦。发生什么事儿了？唉，大风吹坏了北极熊先生的舞台。北极熊先生，别太难过了，你可以找搅拌车瑞博帮忙，他一定能修好你的舞台。真的吗？嗯，他可是超级汽车哦，追你的演唱会嘛，明天再开也行呀。来不及了，明天我就要走了，算了算了。什么？北极熊先生要走了？哦，他要离开贝勒小镇。好，不行，我不能让北极熊先生临走前留下遗憾。我要帮帮他，呼叫指挥中心。妮娜，找我们有什么事？啊，说起来真令人难过，北极熊先生真是太可怜了。妮娜，能不能说重点？啊，好的好的。北极熊先生明天就要离开贝勒小镇了，我想帮他修好舞台，举办演唱会。哦，明白了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六球弹。超级汽车变身。跳跳出租车，妮娜。七彩搅拌车，瑞博。豪华公交车，巴斯。超级汽车出动。嗨，妮娜，听说这里需要一个舞台。没错，时间非常紧迫。别担心，我可是魔术师，舞台说变就变。滚烫滚烫，转啊转啊转啊，沙嘟沙嘟，搅拌搅拌搅拌，水泥水泥，变啊变啊变啊，舞台舞台建好了建好了。不错吧？好像还少了点装饰。都在这里呢。星星星星，一串一串发光，花儿花儿，一朵一朵绽放，舞台变漂亮，我们都好喜欢。还没完成呢。座位座位，一个一个摆好，话筒音响还有钢琴吉他，舞台搭建好，演唱会开始吧。我去找北极熊先生。我去把观众们带过来。加油！车门打开，快快坐进来，把所有观众全部都能装下，坐稳，手扶好，哦，我们出发啦！车门摊开，向上跳一跳呀，四处看看，大明星你在哪找呀？找一找，哦，终于找到他！北极熊先生，演唱会就差你了。跟我一起唱歌，啦啦啦啦，跟我一起跳舞，感谢朋友们来我的演唱会。谢谢大家，谢谢超级汽车们。北极熊先生，明天你就要离开贝勒小镇了，我可真舍不得你。哦，哦，我只是去旅行，过几天就回来了。旅行？看来是我误会了。迷你车大追捕。早上好啊，贝勒虎。嗨，雷克警长，你是来体验升级的吗？没错。快进来吧。
是这里吗？嗯，这次的升级能让你的车身变得更加坚硬。哦。哦，看起来太酷了。雷克警长，你准备好了吗？来吧。这是怎么了？我好像按错了。贝勒虎，我怎么变得这么小了？雷克警长，真对不起，这次的升级失败了，3个小时后你才能恢复原样。哥哥，快来，我收到了求救信号，快走。大家发生什么事了？贝勒虎，我们的珠宝和金币都不见了。你们有人看见小偷吗？我看见了，是一辆很小很小的汽车，它被钻进下水道。怎么会有这样奇怪的车呀？嘿嘿，没想到吧，那可是我的新发明迷你车哦。嘿嘿，我要偷走所有的珠宝和金币。哼，又是麦特博士在背后捣鬼，我要让他知道偷盗是多么错误的事情。我今天也是迷你警车，贝勒虎，我还需要一些帮手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大小出租车吉娜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极速赛车旋风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我还是第一次变得这么小，感觉好奇妙呀。大家做好准备，开始行动，来吧！下水道里好多路呀，迷你车在哪？你走这边，我走那边，分头找一找。目标出现了，站住你别跑，绕了一圈又一圈，好像迷路了。那儿有个开关，看我的，转车轮车呀，左边右边表演，转一转车轮，麻烦姐姐啦。雷达滴滴滴滴，车灯闪闪发光，目标在前方，我来抓住它。引擎轰隆轰隆，看我加速加速，车轮快转动，向前冲冲冲，我是最快的旋风。左边右边堵住，没有退路，快发射大网，把目标困住。太好了，我的珠宝全找到了。哈哈，我的金币也都回来了。又一次完美解决了问题。不对，我认为不太完美，你瞧，我们还没憋回去呢。我可不想一直当迷你赛车。现在很完美了。大战暴龙装甲车。哇，是我最喜欢的电影。哦，是什么？暴龙装甲车，哇，看起来好酷啊！别磨蹭了，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呢。来了来了，酷宝，让我再看5分钟，要不3分钟也行啊。暴
暴龙装甲车。嘿嘿，我有一个好主意。暴龙装甲车，哦，酷宝。对不起，阿力。酷宝，你得专心点，我们今天必须建好这座大楼。我知道了。怎么回事？小心！是暴龙装甲车！酷宝，快跑呀！电影里的暴龙装甲车怎么会出现在这儿？情况不对劲，赶紧呼叫指挥中心。阿力、酷宝还有瑞博，你们怎么了？暴龙装甲车从电影里跑出来了，它推倒了我们的大楼。啊，这怎么可能？不好，城市有危险！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大力神吊车大力，铁臂挖掘机酷宝，七彩搅拌车瑞博，超级汽车出动。长手臂哐哐哐，把石头挑起来，大铲子咔嚓嚓，救援全靠它。大家别害怕，快去安全的地方，我们来帮忙。不许你伤害大家！大口子甩呀甩，紧紧地抓住你，一二三上后拉，哎呦逃跑啦！水泥变变变，高高墙壁困住你，站住别想逃！糟糕！大铲子挖呀挖，挖出个大洞洞，等着你快靠近，快用掉进去。滚筒转呀转，水泥水泥哗啦啦，变成雕像吧！哈哈，成功了！快开始修建大楼吧！挖掘机挖呀挖，大吊车搬呀搬，搅拌车转呀转，工作开始啦！加速来建造，一层层越来越高，大楼建好啦！哇哦，大楼比之前的更好更高了！说起来，这东西到底从哪儿来的？哼，你以为我又失败了吗？不，我还准备了升级版。怎么回事？给我停下！快停下！失业的垃圾车。我来收垃圾了。小美，我家的垃圾已经被收走了，你看。啊，奇怪。洒水车爷爷，我来收垃圾了。小美，你来晚了，我家的垃圾已经被收走了。啊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今天早上天还没亮，就来了一辆垃圾车，是他把所有的垃圾都收走了。哼，哪来的垃圾车，抢走了我的工作。是我发明的怪兽垃圾车。嘿嘿，去吧，把所有的垃圾都还给他们。
到处都没有垃圾，看来大家不需要我了。啊，这是什么？小美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天空在下垃圾雨，你们看。原来是怪兽垃圾车。嗯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，变身。铁臂挖掘机，酷宝。分类垃圾车，蓝红灰绿。超级汽车，出动。房顶上、树上、池塘里，到处都是垃圾。我们该怎么清理呢？如果这些垃圾能聚在一起就好了。哦，小事，瞧我的。市里面脏兮兮，到处是垃圾。我是铁臂挖掘机，举起大铲子，哐哐哐哐哐，哐哐哐哐哐，哐哐哐哐哐哐，哐哐哐哐哐哐，大街小巷的垃圾收集在一起。好棒呀！垃圾堆成一座山，大家别慌张，我们一起来清理。刷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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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垃圾全都看不见，街道变干净。快看，那边还有垃圾。哦，是怪兽垃圾车。前面的，快追！天空下起垃圾雨，大家要小心。左边右边来包围，一起困住你。看我的石头！是变干净，大家辛苦了。章鱼车来袭。一二一，一二一。成功了，终于从大坑里出来了。太感谢你了，雷克警长。不客气，路上小心。嗯。嗨，小美。你好，雷。对不起，我弄脏了街道。雷克警长，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今天是城市清洁日，我们必须保证城市里干干净净，一个角落都不能放过。好的，小美，我现在就去洗澡。啊，很好，我也该去打扫公园了。你们想让城市干净整洁？哼！我偏要把城市搞脏搞乱！哼！章鱼车，该你出场了！哈哈哈！哦，终于洗好了，我敢说我是这条街最干净的汽车。是谁？
天哪，呼叫指挥中心。雷克警长，出什么事儿了？有辆章鱼车在到处喷墨，这种墨汁又黏又脏。你们看。我们要赶紧清除墨汁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大力神吊车阿力，螺旋洒水车咕噜噜，超级汽车出动。长长手臂无穷力气，大车小车都吊起，需要救援大声呼喊，超级汽车来帮你。大家都安全了，呼噜爷爷交给你了。小意思。旋转喷射哗啦哗啦，上上下下都冲刷，加强威力喷喷喷 喷，大街小巷变干净。呼噜爷爷小心，站住别跑，守护城是我的责任，加速向前追追追，小心小心左右躲避，超级汽车保护你。哎呀哎呀，看不见路，开启雷达滴滴呜，发现目标快快行动，是猪大王成功抓捕。哦，钓到了一条大章鱼。哦，大鱼大鱼哗啦啦，冲刷街道冲刷房屋，大雨哗啦啦啦，空气变得好清晰。太阳太阳出来啦，照耀城市美丽干净。太阳太阳出来啦，每个角落亮晶晶。快看，有彩虹！哇！这个没用的章鱼车。还是我自己来吧，超级汽车，我要把你们飞啊！这个坑还没填好啊！救命啊！惊险飞行。开心虎、贝乐虎，你们干什么呢？嘿，我们正在测试最新的发明——救援弹弹床。看起来好有趣，我也要玩。抱歉，我太重了。没关系，看来这个弹弹床还需要再升级一下。丹丹，你不是要去送货吗？差点忘了，我先走了。斑斑怎么还没来呀？需要帮忙吗？我可是超级快递员哦。还是让斑斑来送吧。这是什么？救命！麦多多。不好意思，我来晚了。人呢？难道是我来早了？斑斑，快来救救我们！你们怎么都在天上？多亏了我的小飞车呀！哈哈哈！去吧，小飞车，带他们离开贝勒小镇。不好了不好了，城市里出现了很多小飞车，把大家都抓到天上去了。哥哥快想想办法，救援弹弹床应该能派上用场。斑斑，这次的任务就交给你和高迪了。好的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
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巨无霸大货车翻翻，装甲消防车高迪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小飞车都被消灭了，斑斑，这次多亏了你。嘿嘿，还好我平时吃的多，长得壮，他们拉不动我。说到吃，我好像又饿了。路障车，别挡路。前方有路障，大家请绕行。让开让开。嘿，雪峰，快停下。雷克警长，我赶时间，你就让我过去吧。不行，所有汽车遇到路障都不能通行，这是交通规则。好吧。喂，前面怎么不走了？别堵在这儿。哦，糟了。啊！有路障就不能前进，还会造成大堵车。哈哈，我有主意了。改装完成，路障车诞生啦！满满一车的路障，让所有的汽车无路可走。去吧！谢谢你，雷克警察，再见。再见。怎么回事？这里又有路障。奇怪，这些路障都是谁放的？贝勒虎、开心虎，怎么了？雷克警长，城市里出现了好多路障，大桥上、公园里、沙滩上都有。不对劲，贝勒虎，快帮我升级，让我去调查一下。没问题，再叫上酷宝一起来帮忙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。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铁臂挖掘机酷宝，超级汽车出动。
机汽车现在出发去解决麻烦。我被困住，我们被堵住了。大大铲子举起，路障路障千千里。雷达雷达滴滴滴，发现了目标。站住，不许跑！我来帮你。雷达雷达开启，无敌无找到你。铲子回来又回去，勇往直前不回停。一定要抓住他。超级汽车快追击，危险危险要小心，转动车轮向前进，轻松跳呀跳过去，挥动铲子向前进，轻松推开穿过去，追呀追追呀追，推呀推推呀推，一张大网紧紧抓住你。这个大坑很危险，我们需要在前面放一个路障提醒大家。这样做才对嘛。消失的超级汽车。我发明的大力拖车果然超超超大力，连火车斑斑都拖得动。马上要天亮了，今天的任务完成，明晚再继续行动。什么事儿了？这是哪儿啊？我们好像被关起来了。嘿，嘿，糟了，门打不开。我们可以呼叫指挥中心寻求帮助。咦，怎么没有反应？别浪费力气了，这儿的信号已经被我切断了。你们就老老实实的待在这里吧。哈哈哈！哼，可恶的麦特博士，这下可怎么办呀？别担心，雷克警长一定会来救我们的。嗨，雷克警长，你看到斑斑了吗？好像没有。好饿呀。真奇怪，亚米今天怎么没来卖早餐？什么？亚米今天没上班？啊！小美去哪儿了？这里的垃圾桶已经满得装不下了。大家都不见了，情况不对，呼叫指挥中心。贝勒虎，开心虎，今天有很多超级汽车都消失了。啊！怎么会这样？快帮我找一找他们在哪儿吧。没问题。奇怪，搜索不到他们的信号。不好，他们可能有危险，我得去找一找，快帮我升级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，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好奇怪好奇怪，大家不见了，找一找找一找，朋友们在哪？雷达开启，加速前进，睁大眼睛，我一定要找到你。啊，来帮忙了。
好奇怪，好奇怪，大家不见了。找一找，找一找，线索藏在哪？人行道上，小水坑里，草丛里面，大树下面，发现大家的踪迹。朋友们，你们在里面吗？嗯，快借我们出去。雷克警长，敌人，敌人出现了，小心，小心。长长钩子伸出来，危险，危险。大大箱子飞过来，躲开，躲开。警车，警车要战斗，前进，前进。丢丢向前冲，冲啊，冲啊。正义需要我守护，全力以赴。大大钩子甩呀甩，晕晕乎乎。警车，警车想办法，绝不认输。仓库前，滴滴呜，滴滴呜，看这里，打开灯光吸引你向我靠近，就是现在，全力出击，撞开门，拉住你，出发！哼，你也尝尝被关起来的滋味吧。奇思妙想汽车馆，最新款无人机第一次试飞，现在开始。看起来也没什么特别的。哼，你可别小瞧它，它的速度快得像闪电。再快点。你看见他了吗？好像不见了。不好，我的无人机落在了郊外。我们一起去找找吧。好。根据信号显示，无人机就是落在了这儿。这里好像很久都没有人来过了，会不会有危险？我有点害怕。嘿，酷宝，你可是超级汽车呀！哦，对，我是超级汽车，我怎么能害怕呢？瞧，你的无人机在那儿。哈，找到了。你们是谁？不管是谁，欢迎光临我的汽车修理厂。要不要试试我珍藏的大铲子，或者精巧的螺丝钉？谢谢，我们什么都不需要。我们是来找无人机的。原来你们不是来找我修车的。唉，根本没有人记得我的修理厂。酷宝，牛大哥看起来很难过，我们帮帮他吧。我有一个想法。牛大哥，我看你这儿的汽车零件都旧了，不如我们做些改造，把这里变成汽车展览馆吧。汽车展览馆听起来不错。嘿嘿，那就呼叫指挥中心。哥哥，怎么是你？嘿嘿，还有我。开心虎，我们想要改造牛大哥的汽车修理厂。我明白了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铁臂挖掘机酷宝，大力士吊车阿力，七彩搅拌车瑞博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朋友们，让我们发挥想象力。
大轮胎，一二三，咕噜咕噜弹呀弹，大轮胎飙起来，我们一起荡秋千。大铁皮拼一拼，又挡风呀又遮雨，大铁皮挂彩旗，变成小屋真美丽。后视镜像眼睛，擦掉灰尘亮晶晶。后视镜穿新衣，保有巨大娃娃机。干得不错，继续加油。小的摆整齐，汽油桶喷颜色，七彩铁皮汽车人，欢迎你来参观，七四妙想汽车馆，好新奇，好喜欢，七四妙想汽车馆，这里真好玩，我下次还要来。太好了，这里又热闹起来了。超级汽车，谢谢你们！不客气。